他们将我捧上云巅。也让我从头来过。不让我回来的，我一意孤行。要让我折服的，我踏上光明。让我无路可走的，使我惧怕的，反要让他们为傲。他们一直说个不停，因为他们害怕洪水猛兽，那就比猛兽更凶了，比洪水更滔天。势将到来的终会成功，汹涌而起的终会证明。既然暴风将至，那就去把那些不服的、不屈的、不可磨灭的、非赢不可的，统统化成风。这里是我们就是风暴。好，维克托，维克托求稳，维克托比较稳。嗯，因为确实对方的阵容已经非常往后拖了。哎，其实阵容看沙皇也挺舒服的啊，你这里。但维克托版本更强一点。对，而且就是沙皇现在这个版本太感觉太不适合他了，太笨重了，可能还是。花木辣子这边还是保下路啊，其实这个打法，我一级直接挂点燃吸回来，虚弱 给一个虚弱兑换，主要是嘎啦这边有一个换子弹的档口，所以说被叠满了征服者的林伟翔爆 A 了很多下。这波林伟翔的输出是打满双药王，刚才如果我看了的话，就是双药王，两个人都是这个对拼起来喝药很猛的。这个中路换血换得很激烈，高瑞已经没什么血量了。这一幕怎么我感觉见过？他没有见过，干嘛？这就是。奈德那一波呀，一模一样的远程兵最后一下，哦呦，小虎，哎，这个近战兵不行了，这是不似曾相识？感觉就是回放啊，来了，刻在 DNA 里的三级抓上，嗯，小虎过来做眼，要直接被戳了吗？好，虚晃一枪，视野发现，抬掉。小老虎很细啊，他卡着视野过来做眼的，对，他是贴墙卡着视野，让小薇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他，对。先打一个 Q 啊，补了个兵，哎，小虎也是药王嘛，所以Q 啊，这个激光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，对，这个激光他没有闪，他也觉得可能贴脸没反没有反应空间，应该是打了两瓶药出来。嗯，哇，小虎这一滋的可真准啊。嗯，小明在阴影里做反蹲，哦，高瑞被消耗太惨，要打回家了。而且这波其实闪现勾，嘎啦走位强势扭没扭掉，走不掉了。小航太狠了，这个勾的位置，这勾有点完美。这个确实你不交闪是必中的。对的，看到飞机这身装备，再对比小虎的话，战斗力还是差的蛮多的，还吃了一层塔皮。小虎这一把、哦、开大手都有点危险，还是要被逼走。对的，双六级了，主要这一波航也到六了啊。小航这边直接小兵去开大手吧，开大手。那这波林伟翔拿塔皮已经拿得很舒服了。哎，但是这个位置减速，小明正好升六，七人之威上来，直接强手猎鹿猎回来，花彩定住，再一个探为观止，耍。这波主要是没想到小明跑过来突然升六了，是这样，先锋小龙做互换啊。这波第一时间都没想走、哎、看到说实话就应该走，对，第一时间都没想走，第一时间走我觉得还来得及。嗯，不过深六也来不及，拿得挺爽的呀，下路对线对得好啊。哎呦，半步手雷弹到，但是华彩没中，翔哥好自信啊，就感觉他是的，啥都没有。 北川在后面这个位置，嘎啦闪现转好了，北川上来是强行要拿一塔的，一勾勾到了，我这下勾到了，直接大招收尾。小明也很尴尬，叫一个 W 闪现往后拉，但是被北川打了一下，北川要死，林伟翔拿到了一个双杀，换掉了北川。哇，这下勾到了，哇、哦、嘎啦确实也是治疗闪现都没法交了，因为接匣子是必死的，动不了。是，那赶紧中路过来养一下维克托吧，高瑞这个位置赶紧把他直接打不了。起手，这小虎很聪明啊，应该是知道瓦尔基里辅助刚才交过了吧。伊文斯这太夸张了，他已经是护甲鞋加一个黄沙了。第一视角，这是死角啊，主要这位置死角中、嗯、小明想挡想挡，但是已经没办法，第一时间挡到应该两个人都能跑，因为小明刚才是有闪的、
好像又在吃镀层了，这个二打二对线玩不了了呀，是看都不给看了。小豪上路的视野做得很开，方大在这里啊，哎，他们有很大的拖的空间。哎，有一个先锋机会，北川在视野的盲区被打了一波先手，交了自己的大招以及闪现，要的杰斯也在往过赶，飞机这波是要交七出来吗？先打一炮给林伟翔，闪现一攻，这小豪应该是打出这种偏带的玩法，这里有机会的，金石打出来敲一下，小老虎被打出盾攻，阿斌还要闪现过来锤 ，Q 技能又好了 ，A 一下再接一炮，阿斌完成一个单杀，但自己也被防御塔打死，两边打成那个一换一，这时候龙的血量已经下得很多了，已经是个定牌龙了啊，这波是肯定不能让的。小薇要进去，闪现抢到了，我的天，抢到了！北川想找机会留人，大招直接斩进来，有一个灯笼，小薇被晕到，那的话小薇可能被卖一个立场，分割一下走位。正面不能再死，但是要撞大龙了，好帅的北川，但刚刚那边一丝血，北川反而被秒了，超级是飞在压了一个死角，直接把刚刚给收掉，这个是基本技能打满了，打了小虎一个闪现，三个 ADC 可以打龙的，但是现在小虎没状态回家了，阿斌这个位置有没有机会，不能被勾，现在打得好快，先打一炮，哎呦，行的血量有点低，有点低，先给一个 W 灯笼，点一下护盾，那的话这个小大龙应该是有了。先把大龙拿了再说，闪现想包进去，那跳龙吗？哦，锤石拿到大龙，小明是交代了队友。再来看一下啊，这波行啊，先是抢到龙，然后这波能换一个已经是可以很理想的一个状态了，但真的没想到北川这一下，哦，又打起来了，那边是逼出了小薇的一个大招。但推进还在继续啊，金克斯有个红 buff 可以源源不断的回血，而且小虎这波是没大的，哎，现在有点晕住了，被烟雾弹了，小虎直接被秒掉，小明也是被一枪带走，哎，这波处理波可能会被一波，对啊，再死人要一波了，这个大 AOE 没有了，清兵能力会显得比较差，然后北川这几波真的有点亮眼，你看一下这波烟雾弹加北川的这个千载优叶啊，都没有先烟雾弹，就是先晕住再烟雾弹，对，茫茫焦土开出来，这个草能不能蹲到人，这个位置主要看不到北川，是北川第一时间是在伪装状态，这个口子要赶紧溜了，去做阻拦对方的工作，但是RNG应该是有意识到的，感觉他们很想开，但是小明现在苦于没有闪现啊，开不起团，阿斌打得还不错，这一炮直接开大招要狙了，小航能不能挡住，也不会被狙死了，林伟翔也比较尴尬，要往后拉2800血，想抢吗，万豪下去爆开没有打野，但是博百万还是挡到了这条大龙，杰斯已经被收掉，小老虎这边想看小薇，小薇看一个大招之后往后拉，但是有点跟不住，高瑞的伤害很高，最后一把导弹是被挡到，小虎是打了一套高瑞盾攻也打了出来，一顿是想下来用第四枪把这个龙收了，超多一层飞弹没有猜对边，这把就属于下路带飞，对，接了个头，凯克斯过没闪的呀，蓄意红拳交完之后一丝血身上靠着点燃，但是就是先来了，哎，爆炸球果，这个果子好啊，想阻止方布拉拿这个龙魂，但是方布拉肯定也不答应的，飞弹是给的家里，哎呦，又想玩帅的是吧，李伟翔王射成第一枪直接开流的那种玩法，里面已经在打小龙了，开狙，小龙已经拿下了，哇，这飞机一个导弹加李伟翔刚才 A 了一下这三个人的血量，我想在旁边找到机会，但是没有机会啊，下楼的这个闪现刷没刷到，再勾也没勾到，包皇直接直呼内行，小虎这个位置直接被飞机收了，无所谓了，林伟翔蓝签粘住之后 W 直接给到甲，还踩住了一顿疯狂走 A 要去虐拳了，这个位置哇，蓝枪终极爆弹再收一个，林伟翔差点出过头了，但是也没关系，锤石一勾再把泉水里的小薇勾出来，勾进去开一个中亚秀一波，小薇幸运护卫结束之后锤石这边应该死在泉水里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林伟翔最后可以带着兄弟们把这个基地直接拆掉了，泉水都不是安全的地方，还要杀还要杀还要杀，再杀一遍，算了算了，北川跟小老虎两个新人是比较不好意思上场的，现在太狂了，我们恭喜 FunPlus 吧，这一把林伟翔，这把林伟翔跟小航的那个下路确实厉害，就虽然他也有空，但是没关系，他敢于去尝试，哇，林伟翔20000多的全场以及全队最高伤害哦，我们看这把 MVP 应该是没有悬念吧，应该是强哥呀，没问题，林伟翔这个金克斯太无解了，就小航跟北川这把确实他们也打得很自信，对吧，什么闪现啊这种操作都很敢做，最近他6100，我的天哪，晕到了，一波对了，慢点，艾迪没狂风没闪，没狂风没闪，小弟杰斯的 hook， 我有虚弱的，别怕着急没大的，
他跳上来没事的，没闪，有闪了吗？他？哎，你有闪吗？啊，没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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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一波吧？慢点，慢点，等下一波兵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拆吧，拆吧。你拆吧。没线，赵信没大，赵信没大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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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